奶嘴头有分圆的奶嘴头洞口和交叉各开的奶嘴头开口，差别在哪里？有人说圆洞口会自动滴奶，交叉开口的要 baby 细才会有奶出来，所以交叉开口的会比较适合母乳宝宝，是真的吗？那我在专业的泌乳课程、哺乳的 conference 和外国的泌乳权威那边学回来的知识，从来都没有人提起过交叉奶嘴开口比较适合母乳宝宝这回事。我上一个 video 里面分享的奶嘴头形状和奶流速度这两回事，却是经常被泌乳界拿来讨论的。交叉开口比较适合母乳宝宝的这个说法，我都是从母婴用品卖家那边听回来的。我猜想是他们的 supplier 这样子跟他们讲，所以他们就跟着同样分享给他们的顾客。因为泌乳界完全没有讲这一回事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特地去找交叉开口的奶嘴头来比较，亲眼看过后我有答案了。交叉开口的奶嘴头不会自动滴奶，要细才会有奶出来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么交叉开口的奶嘴头比较适合母乳宝宝，是真的吗？这个我就不赞成。母乳宝宝准确来说是妈咪还有亲喂的母乳宝宝，最适合他们用的奶嘴头不是要细才有奶，而是要流速，那个 flow rate 是慢的，要张大嘴巴含乳沟深的。流速慢就是交叉开口奶嘴头做不到的事。我搜索了一下，见到交叉开口的奶嘴头最小号的是给三个月大的 baby 的，市面上大部分卖的都是给六个月或者九个月以上的 baby 用的。就是说交叉开口的奶嘴头的流速并不慢，或许是我的见识不够广，如果你知道有给新生 baby 的交叉开口奶嘴头存在，让我知道。所以演示一下给大家看，这一个是圆洞口的最小号的奶嘴头，给它滴，它的流速是，那你看它是自己一直滴的，可是它滴得很慢。如果我按一按它的话，你看我按它扯它，它的那个流速都不会说快很多。这个是交叉开口的奶嘴头，是给三个月以上的 baby 用的，现在演示给大家看看。你看没有动它的话，它是不会自动滴奶的，可是看到那个流速吗？是流得很快的哦。放心，我这里有宠物尿片，不怕弄湿。你看这个交叉洞口的只是按一按而已都有奶喷出来，不是细哦，按而已哦。就是说 baby 可以用咬的或者扯的动作去吃奶。OK， 即使 baby 不咬也不扯，只是用来吸，吸奶瓶的动作也跟吸乳房的动作不一样的。亲喂的时候 baby 是用舌头的动作去吸奶。如果你有机会见过 baby 开着嘴巴睡觉，有时候你会看到 baby 的舌头做出吸奶的动作。如果你有拍过这样子的画面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至于 baby 吸奶瓶的动作，你把拇指放在嘴巴里面吸一吸看， baby 吸奶瓶的动作就是这样子的，不是靠舌头。我会建议妈咪选择洞口最小号的奶嘴头，这样子慢慢斜着下的形状，然后用控速平喂的方式，就不怕圆洞口的奶嘴头一直有奶滴出来。你看没有滴是不是？这样子就滴了。所以这样子控速平喂，奶流速度慢，加上张大嘴含乳沟深，再加上控制速度的平喂方式，才是最适合的方式。这样子可以降低 baby 拒绝乳房的风险，
也会让没有接触过奶瓶的 baby 比较容易接受被瓶喂，然后空宿瓶喂也比较不会喂过量。你知不知道有很多妈咪因为保姆不用空宿瓶喂的方法去喂奶，结果保姆一直跟妈咪说你给的奶不够，搞到妈咪焦虑的要命，以为自己真的奶量不足，其实只不过是喂过量的关系。没有用控速瓶喂的话， baby 就会一直吞一直吞，吃太快，那个饱和感还没有来，那瓶奶就已经喂完了。用控速瓶喂的话， baby 吃得比较慢，就会有饱和感，就不会喝太多咯。试试看控速瓶喂，去看我之前做过的 video。